德杯需要开摄像头吗？应该不用吧。我不知道。德杯八强开始才是线下，前面都线上。主要是现在这如果要开摄像头有点像个野人，肯定得注意一点。谢谢帅哥让田野直播下送龙马书，谢谢老板。不是，现在这天出去剪头发很亏呀、啊。但是叫来基地的话，一千多块也很贵呀、啊。田野请我剪个头行吗，野哥？